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潘良华潘老师带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啊，真欢喜，真欢迎各位哈，今仔日会当来遮上咱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法律的研习会哈。那么过去哈，差不多70年，咱台湾人受中国人的党国教育哈，甲咱教甲咱台湾人拢变作中国人，吼，大部分拢认为讲咱是台湾人啊，嘛是中国人，啊，这是足大的错误。啊，所以咱即马每一个台湾人头壳内底拢带足侪中国的本色，拢假。哦，咱拄仔秘书长嘛讲，那有光复节，所谓光复就是讲，咱的土地向别人占去，啊，咱搁啊占倒转来，毋捌光复。啊，咱台湾这块土地是咱本土台湾人的，哦，日本台湾人的，所以根本光复节这毋对的。即马照讲，咱来跟国际来接轨。咱嘛唔好过去过迄个中国年，有无？农历春节，有无？日本脱亚入欧，日本拢开始过西洋年，吼、哦，拢咧过一月七日，吼、哦，西洋的西洋历的一月七日，因咧过年，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拢咧过西洋年，所以你若过西洋年，咱就跟全世界差不多同步。但是咱有中国人咧过中国年，无要过迄个西洋年。美国人、欧洲人咧过，为差不多圣诞节开始就休过年啊。因咧休困的时，咱要咧在台湾咧拼经济。但是咱要跟对方联络，人拢咧放假，联络袂到，要接订单无法度接，嘛是爱等个外国人过年过煞，因开始上班，靠正式咧接订单。啊，叫做等农历，因咧中国年咧，咱台湾人怎么讲过中国年？咱咧休困的时，外国人要接咱的订单，也是咱要外销，咱咧休困，所以咱等于农历到尾上少头20天，跟外国做生意无同步嘛。咱休困啊，人因咧做工过，吼，啊，咱咧拼工过，因咧休。新的个过年，哦，这作农的，所以后盖咱民政府执政，咱会改跟日本同款过西洋年，好一月七，为圣诞节才要开始休，哈、哦。过来过去哈、哦，四月七，咱是拢讲个做愚人节，其实迄天正讲咱台湾是日本行宪纪念日。因为日本1945年四月七，日本天皇加大日本帝国宪法，吼、哦，明治宪法，带咱台湾实施，予咱台湾人有参政权，一定派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去日本东京的帝国议会参加国家的这个议事，吼、哦，就是也在参政的对吧？台湾人我哪一定表达意见。一定投票通过法案，所以讲将来咱会改四月七，或者行宪纪念日。啊、那么咱的愚人节要对一天，咱会改10月25，光复节一天改做愚人节，因为咱要骗70人啊。在咱民政府这3-4年安尼一直讲，讲到因即马伫国小迄个教科书都唔敢去讲。10月25号是光复节，今嘛嘛无咧过光复节有无？以前光复节咱规定门口爱插国旗有无？今嘛拢无啊，唔免啊！啊，表示伊原来等下讲伊个骗袂落去啊！今嘛网络足发达嘞，吼、哦，等下讲个骗袂落去啊！吼、哦、，OK。啊，那么四月七五。或者清明哈，好不？
将来咱原来甲这改掉，那清明吼，我即摆已经自三当前我就改，那要扫墓，我拢农历迄几工，因为差不多改一人嘛，要咧休困嘛，我甲阮兄弟姊妹讲，哦，那要扫墓的迄个时间，第一较凉，我住屏东啦吼。冰冻遐哦，迄个时阵拄啊凉凉，袂热，阁袂落雨。吼、哦，以前四月初五，哦，阮爸爸要滴咧时，伊就拢啥物新历无息无息，旧历无灭，一定都爱四月初五迄工，无论透风落雨拢迄工。啊，我甲阮爸讲，啊那后改吼，我要甲改做过年时啊。看要对一天，大家兄弟姊妹讲好就好啊，唔免讲一定对一天，大家方便迄天拢会使。啊，我发现我这几年拢好天，阁袂热。以前的四月初五呐，去扫墓，南日落雨，就是热到要死；，若无落，就热到要死。哦，所以将来拢会这样改。哦，好，那么我今仔要讲这个主题叫做《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为这个标题，你就知影讲。咱台湾无正常，唔卡需要正常化，对不？就像迄阵，我妈妈，我拢爱甲牛血，啊牛血拢问讲，啊有正常无？我拢甲讲无呢，破破呢，无正常呢，破破呢，伊就讲搞囡仔，我别讲，就是咱无正常，所以卡需要和台湾伫国际地位。会当正常啊！啊，变哪正常哇？从大生就是咱家己头壳爱方先正常，咱即马拢要教拢头壳拢歹去，所以爱先甲头壳洗脑甲洗好清气，洗好正常哈、哦。啊，首先咱要爱知影咱台湾伫国际上法律上的主权地位有啥物变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小解哈、哦。第一，好、哦，1895年日本天皇是依照下关条，这是日本的讲法。那因中华民国教拢讲叫做马关条的，签国际条拢以一个地名来做一个条约的名称。哈、哦，伫下关所签的叫做下关条，为大清的皇帝正式出的台澎。这个下关条的是国际条的，是两个国家是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因两个一个皇帝，一个天皇，因所签的哈，这是合法的哈，合法过户的哈。但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布，哈，无条件投降。然后在1952年，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啊，日本政府管辖治理权啊放弃。所以台湾呢，甲澎湖的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的手里，无判决，无过户，无签讲对一个国际条，甲台湾甲澎湖佫为日本天皇的手里交出去，互对一个国家接收伊，无。你若讲做买卖，一定签一个买卖合约书。啊，你若签一个，你若讲你究竟合约是一个买卖合约书，好，有买人，哦，总共。买的人是日本天皇，啊，买的人什么人？无写。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跟他讲第二条讲，日本放弃台湾的管辖治理权了。那么这个治理权买这样个收得回来呢？啊，那我比一下咧，比如讲你有一家的土地，我潘良华来给你租，你讲一年要10万。啊！我给你租5年50万，我交50万交你，啊！咱伫台书遐签一个租赁契约，哈、哦。这租嘞签约钱交了，就表示啥？你放弃你对一家地土地地上的管辖治理权，对不对？我潘良华要带种啥物水果、山药、奶子、香蕉、莲藕，在我种，你袂使干涉。但是5年满，你若不爱去租我。你就会当收回这个土地的管辖治理权，佮收得转去嘛？啊，我甲你租的中间这5栋，
咱敢有办过哦？无呢？所有权者名嘛，只要个你的名，对不对？即卖同款意思，日本天皇还佫有台湾甲澎湖的主权，所有权证啦，所有权证也伫日本天皇的名，嘛日本天皇的手。那么管辖治理权，即卖因为建书放弃予美国，等于迄个所有权证等于美国手里，第二伫美国手里，但是无过户，迄个所有权证美国订的迄个所有权证订名还佫。台湾甲澎湖，还阁是日本天皇的，安尼了解无？好、，OK。即卖咧等啥？等像琉球模式，琉球当时许美军占领，但是差不多二十几年后，日本政府有钱啊，就去跟美国政府协商，讲我爱赔你偌济钱，赔你偌济战争债，你可要甲琉球甲琉球幸福啊？美国迄阵甲开3亿2000万美金，即3亿2000万美金，日本政府甲钱交了，跟美国政府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哦，一个协定。啊，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迄阵的美国的总统叫做尼克森，哈、哦，尼克森政府准依照这个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甲琉球。包括钓鱼台拢还我日本政府，台湾将来原来会遵照这个模式哈。好，过来，目前台湾甲朋友还是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这个主要占领全国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所讲的哈。那么即马依照台湾关系法，暂时还阁委托台湾独立当局，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来代替美国。你管台湾，所以你也感觉很奇怪，那中华民国要做什么代志，个种拢爱看美国的面色，拢爱美国点头，你才会这样做啊？就是这个原因。正港的头家主要占领全国就是美国，那么中华民国只是叫做次要占领全国，以次要哈。OK， 过来台湾有足多问题哈。主要咱做下来了解甲解决。那么，直接我先要建议咱所有的学员有3本册，哦，你一定爱看。啊，那么其中一本你一定爱买。台湾咱就是咱台湾民政府林秘书长，吼，咱头拄仔演讲者，伊所写的，伊写足多本的，写10几本。但这本我甲号称。台湾主权地位甲近代史的一本圣经，包括我即个咧讲的一寡论述的基础，拢为伊这本册内底吼做基础。这本册你一定爱买，吼、哦，叫做《新台湾论》。过来，第二本就是《被出卖的台湾》，被出卖的台湾，被出卖的台湾这本册，就是迄阵美国。派驻伫台湾领事馆的这个美国的官员，那么伊亲身伫台湾看到台湾这发生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后果，伊拢写伫内底。这本册是外国人写的，较客观，唔是咱台湾人写的，嘛唔是中国人、中国军写的。所以伫第三者，因为是咱台湾人跟中国军、中国政府。去冲突，那么美国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所写，所以比较较客观。这本书你应该看，这本书你若我都甲开头看到完，你若搁会去支持国民党，我较出在你，哦，我真正台湾一寡精英伫二二八事件，哦，迄个中国人台死，这有够无彩哈，这拢台湾人的精英，拢不了优秀哈。哦好，过来另外一本册，出版全世界出版上侪数量，出版的语言文字迄、那个字体哈，上侪哈，啊出版的国家上侪，迄本册叫做《基督教的圣经》。那么我现在我会推荐咱大家看这本，就是讲现在欧洲、欧美的国家，
那拢遐先进，伊民主素养拢遐好，就是因拢信基督教迄本圣经的教义。啊，这本册出版遐济，包括这本册，这本圣经带领以色列，伫伊灭国千几年了，有阿个复国，复国。伊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口才八百几万呢，土地咱台湾的三分之一，啊，超过三分之一了哈。土地比咱较济，人也比咱较少，但是伊伫高科技这方面呢，这个成就，你跟他讲伊的诺贝尔和平奖，因所有的犹太裔的人民，全世界加加的，拢无超过1800万。占全世界人口是0.03%的款，但是伊刚摕诺贝尔奖，吼，刚摕头五分之五个诺贝尔奖的人，全世界其中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犹太裔的人，啊，你看因有厉害无？这就是跟一本圣经有关的，所以咱也无看，即世人咱无看到看过这本圣经的启示甲教教义，足可惜。一定启示咱台湾人读个开，吼，所以这三本拢希望大家，吼，爱去买来看。好，那么台湾做的问题要怎麼解决？台湾的国际地位无正常，要怎正常哇？对这开始来讨，吼，来。首先，咱来先了解咱到底是虾米人？咱是对一个国家的人，咱是虾米款的族群的人？哦，咱的。系统啥款，咱来先了解。你若无了解，真有可能你会认贼做老爸。真咱台湾人，还有一半伊个人吼，2300万人，咱即马讲300万，你甲当作纯的中国人。2000万人的本土台湾人，其中有1000万人，迄个中华民国国民党洗脑甲变作中国人。所以，前那2000万人的人，占85%的台湾人。选举的选数无到15%的中国人，就是因为一半跳去做中国人，所以变成讲，你看，因是1300万，啊，咱1000万，所以大概选举民进党若要得票率，阿扁迄阵做摕了46%，迄算上悬的啊，吼。好，来咱来看，咱到底是啥物人？真简单，吼，为这個地图来看，这两个，吼，为中央山脉沿山，吼，正平这个拢是高山族的，吼，高山原住民族。那么千叶这个这边，伫西海岸，拢住伫平较平地的所在，叫做平埔族。那么平埔族，嘛有头十族哦，吼。其实10几族的啦，啊，即马较有咧讲的，然后10族，吼，有诶较细族的，一般都不是啊。后来咱来看，那么这平埔族第一个宜兰家有一个克马兰族，吼，有一个克马兰刻印，吼，就是纪念这个克马兰族。那么台北地区有凯达格兰族，哇，迄个阿扁啊，2000年就总统了去哩，得意个。总统府头前迄个介寿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所以即马若讲要抗议拢嘛，伫凯达格兰大道哈。过来就是桃竹苗叫一个道卡斯族，哈，道卡斯。那么中部有三族，伫即个苗栗啦、台中、彰化、南投，哦，因这三族一个八折海族、八寨。啊，一个帕普拉，啊，再一个马穆萨，哈，这三族伫中部这个地区咧运作，哈。那么分林甲嘉义，则有一个红安雅族，哈，啊，有人像这张是写红雅族。过来，上大族的平埔族就是伫台南地区这个西拉雅族，西拉雅，哈。那么西拉雅伊其实伊个有两个支族，一个伫。1999年莫拉克风灾啊，贝尔切贝莫拉克风灾，灭村小林村，迄、那个叫做大满族，哈、哦，大满哈、哦，大满族。啊，搁一个支族，高屏地区马卡道族，啊、哦，我本身我就是马卡道族的后裔，哈、哦。
那么马卡道主真少人咧讲，另外连这张图顶我嘛无写出来。那么其实谢长廷去选高雄市市长，甲这个吴敦义拍败，好、哦，第一届民进党的人去高雄做高雄市长。那么伊为着要纪念阮马卡道主，所以伊伫这个叫做啥，纵贯铁路平交道。高雄市迄个翠华路边啊，吼，伊甲开一条路咧纪念，哦，这纵贯铁路哈，啊，只甲开一个马卡道路哇，啊，这个马卡道这个纵哦，你若要记我，怎么来讲？你随记下来，足好记的，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迄只纵的哈，我就是迄纵的，啊，回家来弄，马英九包出来，吼，包东西，安尼记下来啦，吼，好记啦，吼。我就是马卡道主的哈，好啊，讲了马英九那个小见者哈，马英九都做个 long stay 嘛哈，哦，有一个去迄个养猪户引导的农场过暝哈，底下 long stay， 啊，天光迄个马英九起来啊，就请这个啥，农场的主人。用啊，主人，你做头前引带阮看你的农场，参观你的农场。啊，迄主人的平常时拢饲猪、饲鸡、饲鸭，吼啊，饲狗啊，啊，拢爱赶遐猪啊，赶遐精神。啊，马英九叫伊讲做头前甲引带，伊煞甲回啊，莫啦，总统，你行头前啦，我较惯是行伫精神后壁。袂赢啊，狗，种精神。也赢啦！啊，怎嘛？你莫笑到砸掉呢？就打动啊！好啦，我做你笑，莫误掉啦，那一定笑到笑出来哈！啊，过来到怎嘛？参观到中岛啊，主人太太那穿得多吼，啊，拢注意伊饲只物件吼，我炖只鸡啊，炖到软软，迄个走山鸡吼。啊！即嘛马英九就硬，啊！伊硬就加卡哦。啊！你看，因中国人哦，做个讲水亏的话，啊，咱加卡就加卡，伊就讲哦，这个凤爪吼，加卡伊就讲凤爪，啊，许多也撇啦。那么硬几好伊买硬哦，主人了对吧？哎，主人啊，这个凤爪好，啊，你来主人无啥也要讲话，一再就讲唔对话啊。即嘛伊个讲，啊，无啦，不过总统。我们不得吃鸡卡啦，我们拢老高价。有，所以马仔因那咧吃咱家迄个饭堂吼，老鸡卡吼，哎呀，老咱边拢饲狗啊吼，老就我有高价哈。好，安怎？好啦，好 OK。好，啊，头拄仔咧看这个图。真好人啊吼！台湾你先甲分两个大族群，一个高山的啊，高山原住民族，过来平埔族的原住民族，其实咱拢叫做原住民，咱原来咱的祖先就住伫遮，吼，只是咱用同化，就是讲四百几年来，拢外国人来咧甲咱统治，啊，咱拢一直咧学外国的语言，学外国的风俗。所以，自前到尾啊，现在咱拢会讲闽南语。闽南语啊，闽南语唔是台语哦。民进党把闽南语改做台语，这是足大个唔对，混了台湾人个头壳。闽南语是所谓闽，就是福建简称闽，福建的南部简称闽南。啊，迄阵迄个厦门。金门遐要来台湾，拄好较纬度同款，所以因遐真有人离开因迄个所在，因闽南派探家，所以走来遮要来遮开发。啊，上大诶，迄个移民就是郑成功。郑成功伊要反清复明，所以伊伫闽南地区招兵买马，哦，招兵买马，伫漳州、泉州、闽南。买了厦门、甲金门，
招兵买马，然后伫金门的廖罗湾誓师起兵来拍安平，甲荷兰人赶走。迄阵的伊军师一个叫做陈永华，有人住伫台南无？台南有一条路叫做樱花路，哦，啊嘛有樱花宫。哎，对，就是咧纪念陈永华。啊，这个人，伊对电影公来到安平了，甲荷兰赶走，稳定了。伊伫台南区第一间的孔庙，叫做全台首学，对不？哦，啊，伫迄个所在用闽南语咧教四书五经，甲用闽南语咧做官方语言，所以。为电信公迄阵甲即嘛安尼，阿爸差不多83栋啊。伫南部台南地区，闽南语说叫做官方语言，啊，一直摊开去，所以大部分西部变无足。即300几年来，你甲想，大家拢讲闽南语讲惯势啊，因为官方语言是外来的优势的语言，所以台湾人会去学，包括。像即马中华民国来台湾70栋啊，70栋，咱台湾人就足济，尤其即马少年的，你即马叫伊讲闽南语，无啥会晓讲，拢讲迄臭年代，拢讲臭年代，对无？哎，啊，拢讲袂认得，改成内底甘一个甘仔糖咧讲安尼，也讲袂清楚，哎，哎，哎，所谓国语其实就是北京语，另外。因蒋介石来，换因带来迄，讲叫咱讲国语，所谓的国语是其实就是北京话啦，北京语。结果蒋介石讲的迄讲国语，吼、哦，我、哦、中华民国这四字都讲袂清楚，伊讲中华民国，对吧？对不对？啊，我读册，我咧。我咧中国老师咧讲教教电子学的时，我听拢无。我问看恁听有无？伊讲平仔机，平仔机啥物件？恁听有无？敢有人听？变压器啊！我着平仔机，我才听有。啊，钱壳骨你听有无？钱壳骨是啥物件？钱壳骨真空管。以前收音机是插一粒一粒像电力球啊，细胞灰啊，真空管哈，以前用真空管的嘛，迄条四五十年前，嘿，无唔对，嘿，日本时代嘛是拢要用迄款，所以你看迄款老师要安怎教讲咱，所以我大家考袂到就是安尼嘛，吼，就拢要迄款老师带所以啊，吼，好，好，来讲到遐，吼。哎，即马来继续讲。好，咱台湾就是你甲分作这两族，你若毋是平埔的，就是高山。啊，咱讲平埔，毋好加看尾音哦，毋好讲平埔啊，啊嘛毋好讲客人啊，拢看者尾音，毋好，因为闽南语若看尾音，就是看轻，啊看你较细眼、较细粒诶味道。你讲车，车就较大只，啊那车较大车，较细只有无？我知影啦吼，所以咱若讲客家，就讲唔好讲客人啊，讲客人就好。啊，有人讲我好乐，福老，讲好乐就好。啊，有人讲我平埔啊，吼，但是大部分拢甲我讲平埔啊，迄就是轻视的语言吼。这咱来改，咱大家拢平埔族的，啊，唔好讲你平埔啊，啊，我就平埔的，唔好拢变大啦吼。好，先这两个族群分好清楚了，过来。哦，高山就这张就较新的啦吼。南岛史馆的这个佛摩萨内底族群，你看，绿岛唔是绿岛啦，南苏达悟族，啊，台东遐有卑南族，吼、哦，佮后鲁凯族是一部分伫屏东遐那有啦吼、哦。啊来，这个。台东纵谷遮，介只拢阿美族的吼，啊，佮有沙基拉亚吼，哦，泰鲁格族啦吼，啊，
头火族，啊，这个新竹这个什么复兴乡，才有台亚哈泰雅族，啊，周族这个阿里山这个周族，啊，布农族这哈、哦、，OK， 好，个排湾族，屏东的排湾族哈、哦，排湾族哇，那真厉害哦。台湾有跟人签国际条约，就是为南台湾族跟美国签，捌签过这个国际条约哈。好，过来。那么咱平埔族，你是不是平埔族？有一挂特征，这个就是你拿你的手弯开，你将来一个凹痕，有一寸呢，有你倒手的正手哈。迄平埔族的特色吼，特征。不吧，有哈、哦，啊有诶，那较憨灵诶，有诶较憨灵诶吼，肩甲平个看无。好，啊过来，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你诶脚尖头上尾啊肌，你若鼻顺，嘿，啊你若鼻顺诶吼，迄嘛是平埔族诶特征，啊过来。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像我安尼乌无盖乌，啊白无白人遐白，安尼红小寡超迄搭，差不多十一分色这色个吼，较乌这样啦，白布做个特征，啊轮廓较深。啊，过来你若讲你伫恁兜那喜事，无顾坐大位有无？那无顾坐大位，安种那白布做个红色。过来，迄、那个，不过坐台了，搁有一个，我想我袂记。啊，对了，恁阿妈、阿公、阿妈迄代，然后薄平人，即个呢，咱平埔族的特征，因为咱平埔族早期伫台湾买，住这湿气遮重、遮湿冷的所在，要过这寒天吼，啊，要因为足侪病虫害吼。啊，加迄个有即个病毒，需要靠食槟榔来驱寒、甲驱虫，才有法度活落来。因为做者外国人入来无抗体，干那迄个蠓仔叮着，着登革热着死啊！吼，啊，咱台湾人啊，有诶惊寒死。用入咱遮四当前吼，咱开第一期第一班，迄阵我会记有三个日本人来遮上课。啊！迄年第一届，迄届拄啊上寒六度。啊，我想那六度对日本人应该差不多，应该蛮舒服的。结果日本人迄三个寒到安尼死一尊啊！我问伊讲：吼、哦，恁遮个寒变咩六度？阮东京，我去东京有来去几啊届，伊遐五六度，无啥会冷。咱遮六度，因遐日本人寒到死一尊，尾啊轮摕着电热器甲烘。另外，因三个人吹一支小的电风啊，迄个什么安徽迄款的，石英灯管迄款的。我等下讲，台湾的冷真正叫做湿冷，迄个湿风就会更骨安尼，更入去内底吼，甲骨头拢会疼安尼，冷甲骨头会疼。有人会讲，冻骨吼，冻到骨头了安尼吼。啊，所以迄阵台湾人。无啥物好个防寒的衣物，都爱靠食槟榔。啊，有影呢，寒天哦，本来我穿雪衣加啥物防寒外套无，哎，好穿个高高。槟榔你甲食一粒落，你开始一领烫，烫到剩一领，还搁咧流汗。寒天哦，我说这槟榔就是咱平埔族足普遍化咧食个物件，哈、哦。迄是早期因为环境。主要啊，那即马食槟榔变较无好，就讲卫生歹，口腔癌吼，啊，佮有诶做个乌白皮诶吼，影响环境卫生。来，其实咱来了解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好，啊，即头拄啊，秘书长我来讲，啊，我用其他角度来看，其实咱是伫195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伫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伊第十条咧讲啥，咱来看卖者吼。好来，这个恁小可影一下吼，啊我啉一嘴茶吼。
来再注意看，来，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受益，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所已经实行或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以具有中国国籍及一切台湾甲澎湖的居民，甲前属台湾甲澎湖的居民，甲伊的后代。哦，你来看，这一个台湾甲澎湖，这个一个台湾甲澎湖，这个一个台湾甲澎湖。红字的这个是正港的公人，不，咱只本土台湾人。你搁注意看，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视为就是你唔是，我甲你当作是，或者视为，对不对？马英九做台北市长，啊，有一挂高山的原住民族，伫个溪波地起违章建筑，起因的部落，因为因即摆山顶拍。派摊家拢落来都市摊，啊，租厝租袂起，家己起简单的一挂厝，啊，马英九要甲拆，啊，就当然造成抗争。马英九安怎讲强呢？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就是即句啦，视为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哦，啊，我把你们当人看，就是你伊心内讲你唔是人，我甲你当作人看呢。个情况伊作个哩优待安尼，咱同款，咱唔是中华民国国民，咱迄个当作中华民国国民来甲咱款待哈。啊，所以你注意看，伊只咧讲诶，拢唔是干呐公告者，前属以前就住伫台湾，甲朋友即居民就是咱日本人即后代，日本台湾人后代，好，即为只哩啦，好，好，咱是因为安尼，即、這个。当时要甲咱个新闻拢变作中华民国国籍，就是1946年1月12日用行政命令，甲咱所有个台湾人拢变更过讲做中国人。迄阵美国兼英国个外交部拢发电文抗议，有没有搞错？台湾即块土地？啊，未经过和平条约，要安怎处理？要交对一个国家，还是要安怎处理？拢还未决定。你哪会将讲变更国籍？变更国籍即违反战争法啊、哦！变更语言，咱本来拢讲日本语，日本语哦。我阮爸爸妈妈因迄阵呐读日本册，因同学我看来拢嘛拉日语。咱迄阵拢咧讲日语，叫做国语，正港的国语。伊来甲咱变更，即马话学北京语。这嘛就违法战争法，变更当地人民的语言，哈、哦。这里过来，那么咱台湾人也并无国籍，本来根据头拄啊这个，咱是暂时摕着中华民国国籍，哦，当然这是非法，哦、啊，那么本来有啊哪个变个连国籍个判决？原因就是讲，1952年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进程，日本的法院就取消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的国籍，所以咱日本国籍无去啊。过来，咱摕到中华民国的国籍嘛哈，啊，结果197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跟迄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以头拄啊迄个。台北合约，这个嘛准无去，所以咱日本国籍判去，中华民国空国籍也判去，所以咱2006年10月20日，咱秘书长去控告美国，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判咱台湾人无国籍，就是这个原因哈。直接摕到中华民国国籍，好啊，日本国籍也判去，啊，中华民国国籍。以日本迄个嘛，阿强啊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头拄迄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中华民国这个国籍嘛失效，哦，所以咱人并无国籍。好，啊、那么变呐，咱台湾人国籍潜在国籍伫对变呐废物。OK， 咱的潜在国籍真清楚，咱是日本国籍，哈、哦。啊，变安那废物，就是像头拄啊讲的琉球模式、琉球法的模式。琉球人、美军
去占领了，琉球人若要等于日本去四大岛，还是要去东京读册，还是做生意，免啦。啊，伊向美国琉球民政府申请旅行证件，类似护照的意思。啊，伊甲美国军政府下骹的民政府琉球民政府申请，摕迄、那个。和迄个旅行证件，开始离开琉球去美国。琉球迄当时等于日本的境外啊，已经唔是日本的国内，所以变国际线。好、哦，你若讲是国内线的，摕身份证就会使啊。像咱伫平湖，若要坐飞机来台北，摕身份证就当坐啊，唔免摕护照啊，唔、哦、是要出国，所以唔免摕护照。所以咱若要恢复国籍，咱来依照琉球访南模式，或者叫做。台湾反繁模式，就是讲，咱爱要求咱的母国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协商，讲看爱赔偌济战争债，还我美国，美国卡甲台湾还，还我日本，有可能爱300亿美金，那伊只嘛的币值来算，可能爱300亿美金，三百亿美金甲要9000几亿的台币啊，吼。啊，这条钱一定爱行，无行美国我也袂放手。因为呐，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去奇袭珍珠港，美国声势真大，航空母舰去哦，神风特工队唔沉落，无人机拍载落来，美国大兵死啊济，你敢免敢赔？当等于无代无志，伫头前咧开车，你车开咧位啊，别个弄啊，爱赔无？一定爱赔嘛！你发动战争啊，你战输一定爱赔。无现金，抵押土地。台湾朋友，这块土地抵押伫美国手里，你等你提钱来还，吼、哦。嘛，等于讲，我有一个手表啊，我提去当店当。好、哦，我无钱，我提去当店当。总共会投给美国。等我有钱的时候。我提现金3个月来，我提现金买来输回去。啊，你美国嘛袂使讲无甲我顾好呢？吼、哦，你表爱3个月来，你甲我顾好，我若提钱来输回去，你爱还我。同款，台湾这块土地，美国爱顾好势，台湾的安全、国家、国防，美国爱负责。你袂使和台湾偏和许阿强阿退，所以台湾人免烦恼。你会记1996年，阿强阿咧发动这个台海的飞弹危机，台海飞弹危机，美国无经过咱要求，伊就派2架航空母战斗群来台湾咧保护，这就是因为台湾底下伫伊手里咧顾好，即块地咧等日本政府提钱来赎回去哈。好，那么国际嘛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那欧美的国家较先进的，拢属地主义。所谓属地主义，就是讲，只要你这个富人伫这个国土内底，好，比如美国，伫美国国土内底所生来囡仔，拢将会当自然摕到美国籍，哈。那么，包括伫个飞行机顶，伊个船啊、电管所生，拢会当自然，迄个囡仔就摕到美国的国籍。安尼有啥物好处？这个囡仔若大汉，伊爱这个国家，因为伊是这块土地所生，所以伊袂去做一寡损害迄块土地、污染迄块土地，也是污染空气、污染的水，袂去做迄款歹的代志。哈、哦。那么东方的世界，拢较属属人主义，拢受汉人、中华民族的这个影响。拢属人主义，属人主义就讲，这个阿公，还是爸爸妈妈，无论移民去到对，所生落来拢叫做华人，拢只合作华裔，袂落地生根。所以像早期美国咧开发大西部，要开铁路、开公路，为福建甲广东买足侪迄个奴工、华工就对啊，吼、哦，去。什么旧金山遐开铁路、开公路，啊，
遐人到尾啊，遐铁路开好啊，无啥物工课好做啊。伊若无钱，通去阁买船票转来广东福建，所以拢船底下阁继续伫遐拍工。那么因华人拢会集中伫一个所在，叫做 China Town， 或者唐人街哦，唐人中国城了对啊，哈、哦。结果伫安尼种啊，因华人哦，迄、那个唐人街就是当地上治安上歹、卫生上歹，哈、哦，上太高的所在。啊，若有一寡有赚到钱的，特别甲钱。寄返去福建、广东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较袂讲回馈当地社会。所以中国人无去，拢较自私自利，因家拢足清气哦。但是外口就当个准本事，吼、哦。包括咱台湾受到这个影响，你看足多人开足好个车哦，双臂个哦，食这个物件，空客也就牵出去啊。过来，咱来看咱台湾人的血统，哦，这真重要。有一句话，有登山讲无登山嘛。这句话从听过去，我听哦，拢对，哎，因为迄阵要来台湾的，拢是爱身体较勇的查甫的，啊，查甫来遮娶咱本地原住民的平埔族的女孩子，所以干那有登山来阿公，无娶查甫的。登山阿嬷来，所以带咱当地，哦。但是我尾下想，嘛唔对啊。啊，登山公拢带台湾阿嬷，啊，咱台湾阿公敢拢死了了啊？无可能嘛。哦，其实登山公来台湾，六个死，十个来内底六个爱死伫台湾海峡，三个留落来，一个搁回头。啊，即句话嘛要有。我个口罩开嘛唔对，邓传公是安那爱来台湾，典型讲反清复明，迄个施琅叛变，清兵利用施琅甲郑成功因只个后代拢抬掉遐部将抬掉，抬不完呢，拢讲拢掠了开，遣送等于大清，伊不要你老大家，以后有可能个。结群哈，归党诶，要搁反清复明，所以魏晋开始海禁，你无大清诶派令诶路条，啊是伊要派你来遮做地官诶时，你袂当来台湾诶。所以迄阵啊，要走来台湾诶，迄叫做偷渡，先来偷渡，就是你伫大清迄边欠钱无还，跋主教、跋歹教人要甲你掠，啊是花啊钱无得。要走路对了啊，较拼命走来台湾，吼、哦、啊！迄款的人拢啥物？作奸犯科较济嘛，所以有诶，即马开始人拢要搁咧，阮较早阮作奸，吼、哦、为大陆来，吼讲甲欢喜甲，改成外公营，无啥物公营，遐走路来吼，招招咧，我那伊要偷渡，我那几啊只船做起来。来，第一，中国人，遐个汉人，因较早因大清嘛是海禁，海边内侧爱十华里，为海边拢袂使有大人，所以偷渡遮大部分拢不按水性，迄阵个船仔佫细只，所以过台湾个风浪大，有只一个大海浪，着几只船变，遐几只船爱差不多爱死啊，袂呼救啊，迄阵无动力哦。我赶紧去驶较紧的来，甲你救起来，袂赴啦！哦，迄阵爱靠帆船呢，甚至有用坐的，速度慢，所以若有法度上岸起来，差不多剩三个、四个，啊，其中一个佫反悔讲啊，怎样若歹趁食，有诶伫船顶吐，敢若晕船吐就吐死啊！啊，迄阵要过来遮无遐紧。水无清气，只漏屎脱水嘛爱死，所以若有上岸起来，船啊若靠岸，第一件代志要创啥？逮只死人，所以逮即只船的人逮好就问迄边迄只船，啊你台湾袂？啊你台湾袂？
听讲台湾的名就是安尼来啊。埋怨之处啊，哦，台湾啊，玩东西也做多啦，哈，怎么样哈？好，这就是罗汉卡中国个哈，咱头拄咧讲，当怎讲啊？就这啦，大部分拢这款咧。即个作奸犯科，吼、哦，要走路来台湾咧。第一来遮。无炸啥物财产来，第一日来有工做工，无工创啥做乞丐。啊，现在我们叫做罗汉卡，就是因暗时啊无地好困，无厝嘛，住来无厝啊，所以爱去困庙宇的这个壁的下卡，爱壁顶完拢有画十八罗汉。伫十八罗汉的下卡的壁角咧困的，就是罗汉卡，乞丐白称啦，讲乞丐歹听，所以拢讲啊，迄条罗汉卡，哦，毛讲做单身，嘛代表单身的意思。来，啥物人要嫁这款的，娶无某嘛，所以拢叫做甲叫做罗汉卡，哦，乞丐的代名词，啊嘛讲较早的娶无某的人，啊拢叫做罗汉卡。单身一个，单超一个，哦，单身汉。因为迄阵咱台湾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头拄仔讲的，母牛爱坐大位，哦。那么妈妈呐死，这囡仔爱去叫阿牛来看，确认妈妈的死因没有问题，才可以封官，哦，盖章，看迄个总典馆的观察官盖棺论定，哈，哦。所以。迄阵的咱的母系社会女孩子是家庭的户长啊，较早户长查某的，唔是讲即卖中国人来了，户长较变查甫的，唔是早期的平埔族的社会母系社会，妈妈掌握厝里的经济大权，包括发号施令权，哦。那么咱较早有听一句话讲，叫做牵手有无？我过去拢讲，牵手是查甫去牵查某的手，唔是的，母系社会唔是，是查甫去牵查甫的手。啊，捌听过招翁无？招翁捌听吼？招翁就是女孩子主动，我来牵这查甫的手，招伊来做阮翁，甲带伊转来阮家。吼，啊，带转来咱家，弃婴，那么唔是讲弃婴啦吼，这边哪讲？就反正，两个人啊，一两个月感觉伊表现无遐好啊。啊，等这查甫你是要出去做工过，这个女孩子会当教迄个查甫的家当，用迄个被单，来草席啊，困困的，甲等在门口。这个查甫回来看伊的家当，从等伫门口，伊就知影他被休夫了，你知道？伊在迄个某咧，啊，佫走来困壁角啊，困迄个十八罗汉下骹。啊！你讲，咱女孩，这个女孩子主动，一定要拣一个较好的翁婿嘛，吼、哦。敢会去拣这个困难啊？比如讲，这罗汉卡真正生了做烟斗，啊，我老娘有钱，敢那欠一个烟斗送呢？无要紧，那这罗汉卡那生做像金城武，吼、哦，啊就刘德华遐烟斗，无要紧，牵伊的手就会转来做晚翁，身躯啊洗好清洁啊。好的衫裤啊，穿起嘛是人模人样，那安尼有可能。但是大部分足少的啦，足少台湾迄阵的女孩子，母系社会女孩子会去招这来做翁，足少。所以拢是找嘛是咱平平平埔族的好的翁来做翁啦，真少去招这款的哈，招中国来遐的罗汉卡哈。OK， 好。那么三个留落来，敢会活？咱来以1874年牡丹虾事件，咱来做一个咧。牡丹虾事件，知影人举手我看麦。伫屏东的牡丹乡，牡丹虾事件，就是迄阵，吼、哦，1874年的时候，做风台，啊，琉球的宫古岛的这个渔民，有风
先起来，几啊船啊出礁，啊有五十几个登岸上起来吼。有南台湾族的这个牡丹社的人，因为误会，台西甲剩十二个，还有平埔族的这个车城车城的保利社区遐人，甲护送救去红山府城，啊，甲转送等于日本。那么日本向台抗议，讲是安那恁的台湾人，台西湾的琉球的渔民。台清迄阵甲回安怎？永无迄访辽以南为化外之地，为藩邦啦吼，就是拢山地，拢藩邦，迄毋是我来管的。表示伊对中央山脉以东这拢无管辖治理权，所以日本吼接了这个文了，渔船佫甲回文讲，如果若毋是你咧管的。安尼，我要起兵，出兵要甲讨伐。大清个回文讲，伐与不伐，由贵国制裁之。你家己要甲处罚无？你要出兵无？你家己决定，吼、哦，家己裁定就对啊。由贵国制裁之。所以伫安尼情形下，日本迄阵拄啊明治维新，拄啊咧脱亚入欧吼、哦，去德国学一寡。陆战的这个兵法，啊，甲德国、甲英国买一挂新的武器，真正起兵三千，哦，跟他西乡重道，伊带了三千兵，为车城外海有一个海边啊，有一个所在叫做下寮，伊啊登陆起来，啊，伫牡丹社就有一个隘口叫做石门古战场，伫遐开始修建。当然，日本是正规军，那么咱的南台湾族的是游击队，干啊简单的武器，单发的猎枪，过来的弓箭，啊过来长矛。但是咱南台湾族做过游击战，尤其夜间的这个突击战，所以日时啊是日本军拍赢，到暗时啊，咱的南台湾族迄来无影去无踪，因拢躺车卡，行路无声。所以日本军的暗时啊，不时就投降战民，唔知哪哪死的哈。所以到尾日本军下令，日时啊偷打攻入去，把迄砖头部落个放位烧烧掉。观音伫天压边爱撤退出来。所以日时啊，日本军赢，暗时啊，就南蛮。所以到尾啊，拉锯战，结果日本人真正烧尽，拍死的。还有五六十人呢，但是尾啊呢，破败死的五六百人啊，哦，这损失惨重，什么原因？就是因寒带人，温带寒带人来台湾，恒春遐都啊热带地区，不是西北雨，连咪寒，连咪热，连咪出大日头，连咪落大雨，啊，蚊虫一堆，沼气有啊，迄款。叫做张力之气足重的，引来了水土部啊。所谓水土部就是食水无清气漏塞，因为食的便当，那迄个咱台湾的雨情沾到好，迄病毒足济，啊因无抗体，食了大家漏塞脱水死，拢破病死。迄个房啊定了登革热死，日本无望哦，日本我去几下摆，我毋捌看到雨情，毋捌看到望。哦、台湾火神棒一堆，啊，佮张力之气，佮有毒大，对不？哦，遐饭上迄个骨壳灰，我拢足毒的。所以日本尾啊，看唔办事，差不多唔敢佮战啊，都拢咧伊遐兵啊。啊，大清尾啊，发现讲唔对呢，哦啊，日本军也唔走吼，啊嘛袂通呢，来协商，啊无我赔你五十万纽银吼。啊！你撤军，啊！日本军就讲，佮拍来无赢，啊！拄啊开遐济军队吼，啊！有五十万纽银来蒙收好啊！准和谈安尼，准撤兵转去，或者惨胜，来看咱的南台湾一个族呢，一个部族哦，就建个系列嘞。所以日本伫一九
啊，1895年，正式为大清皇帝出抵台湾了，来台湾的第一工作，就是关于设什么热带疫病研究所有，对台湾的卫生研究，对毒蛇嘛类研究，好、哦，就这个原因。好，因时间的关系，我讲较紧。好来，清朝把咱台湾人满化。日本人来嘛，把咱台湾人日本化，所以叫咱日语有无？叫咱食日本的日本料理，穿和服，穿目镜有无？我最近呢，我也有穿目镜了哈。那么大清把咱的语文，哈、哦，甲文化就包括语文甲穿插。哦，叫人爱穿，较早是大清爱穿长袍马褂，吼、哦。竖冠竖绳，像我这个绳，我姓潘，我伫屏东家就是讲大清的官员来视察，啊，地方官陪同伊，啊，即嘛大清的官就问，啊，即个部落的人拢姓啥？伊讲无呢，拢无姓呢。啊，我的祖先吼，拢开住伫溪边河边。因为要洗物件，要洗身躯、洗衫裤较方便。我大清这官政有学问，伊讲准书官姓潘，潘三点水嘛，住伫水边的番，是吧？我就是住伫水边的番，我的姓是安尼来，哦，书姓。啊，这大清的官政有学问，你看有水，下骹有一个蚕，啊，你那个系种子会发蜜，哇，布丢啊，落就发蜜。另外，佫有一批都漂泊的台湾人，吼、哦，我的姓安尼来，吼、哦。那四姓的话呢，佫四阮族谱，我阿公迄阵有做一个族谱，我摕来甲看，一看到怎个，敢若讲阮是福建省来，也无讲福建省对一个县、对一个都市、对一个庄头拢无。所以你看，那四咱。姓呢，佮包括苏南官，哦，这个官等等，你若会晓闽南语，比如讲，阮本来是马卡道族，阮拢讲马卡道语，啊，为着要做中国官，做清朝官，爱学清朝的语言，迄阵官方语言叫做闽南语，当然拢一直去学这个新的语言，哦，啊，即完了半强迫，就像日本人来，嘛是强迫叫咱来学日语安尼。啊，像即马中国人来，蒋介石来，强迫咱爱学北京语，那讲方言爱挂告白啊，说我说方言，哦，好吧，啊，无得罚钱。哦，日本时代我那教咱皇民化，好 ，OK。安尼为头拄啊，即安尼看，你就知影讲，咱台湾人的系统，要过85%以上，拢是哥沙族加平埔族的血统。哦啊，咱继续讲。后来，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保存了本土台湾人，还佫有85%以上的纯的原住民的血统。哦，所以咱来回来，你甲抽开，即马会当用电脑验 DNA。哦，北部你去马街病院吼，迄林马利医师哦，专门咧研究咱台湾人的血统的 DNA。啊，即马电脑用回还是用唾液，电脑内照。就这样看你有几趴线的，什么族的，什么族的呢？啊，其中一个叫做有一个历史专家李晓峰，台南人，伊细汉拢叫欧印多啊，吼，伊拢感觉足奇怪，哪会方叫欧印多啊？伊小汉啊，乌身乌身啊，细粒子啊，头毛佫小啊 QQ， 结果伊真正去哦，讲林马医师佮验 Q 的去验 DNA 呢，验出来。内底真正有荷兰，那个有这个印度的血统，啊，伊历史学者，所以伊去编较早荷兰时代的历史，啊，找着讲啊，原来伊真正有这个血统的原因就是讲，因李小龙封因阿嬷的阿嬷叫做啥祖嬷吼，我看有介只女孩子穿迄个 T 恤哈，顶管写啥林祖嬷台湾人，好不好？卡车边写林祖嬷台湾人，欸，我做配这款女孩子，我也唔捌看到查甫穿林祖公台湾人，也无，连到查甫有时啊，哦，所以我配合这款女孩子。
就是李小鸿因祖妈的祖妈的祖妈，唔知几代以前，咱几代，荷兰人来台湾，把台湾变作一个贸易的所在，哈，安平做热做南城，就是台湾气候会当种甘蔗，爱种甘蔗会当炼做乌糖，乌糖迄阵是奢侈品啊，哦，迄价钱无输黄金哦，哦，迄贵族做个只。那么，拄啊，咱台南这个气候会当种甘蔗，所以因需要牛来拖犁，来开高堂去种甘蔗。啊，这荷兰人用台湾水牛白鹤，所以伊为印度引进赤牛啊，黄牛，哇！啊，黄牛印度爱有牧童堂去照顾，来到台湾了，爱去把这牛啊饲饲好大，饲好个交配生细只黄牛。啊，可能李小鸿因做嘛的做嘛的做嘛，就是交着咧牧童男女朋友啊，传落来后代，所以伊查查是安尼，所以有这个印度血统。好，啊，咱来看荷兰人去和郑成功打败，所以荷兰人迄两千几个人，就该拢撤退离开台湾，所以荷兰人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过来，郑氏王朝又大清帝国甲消灭，所以甲郑氏王朝的人，台北市也拢掠了，佮遣送等于大清，所以郑氏王朝嘛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过来，大清帝国伫台湾，因为只要有战争建树，甲台湾割让，或日本天皇，所以大清帝国的人，迄阵大日本帝国伫下关条诶，马关条。有一个弹书，给你两年的时间，你大清较早的官员，即个眷属伫台湾的，给你两年的时间。这两年你呐，我认为讲，我日本人、日本政府管了无好，你会当变卖家产离开台湾，到尾啊，大部分拢搁选等啊，吼。所以，但迄阵留伫台湾无超过一万的大清的人民，所以比例足少的，啊，所以大清帝国留落来基因嘛少。过来，大日本帝国1945年8月15日投降了。九月初二，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号命令兵连蒋介石的部队来接管台湾。迄阵，甲大日本帝国的人，迄阵差不多，他都在讲大清的时阵，大清马关条的吼，萧关条的迄阵台湾人差不多300万，大清的人差不多不到1万，拄啊好。3%，1000个人内底差不多3%是中国人。那么，换日本要走的是1945年九月要走的是，迄阵伫台湾的台湾人已经有600万人。啊，日本政府迄阵派差不多38万至39万的日本的军公告人员伫台湾咧管台湾，所以即差不多39万人嘛是拢迄个。蒋介石甲遣送等，所以日本嘛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好。那么一直到即马，美国委托中华民国咧代管台，所以委托都安尼看，即战败的人拢离开，拢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所以咱的血内底85%拢还佫本土台湾人的血统，吼。啊，你莫讲，啊，我有留10几%的中国血统，啊你。较大部分的85%，你无要信这个，你信的10%、12%，即嘛，哦，迄个本末倒置，哦 ，OK， 好了吗 ？OK， 你可以用随身碟跟电脑组的药，整个那个资料，哈，好 ，OK， 好，所以你看，安尼台湾的问题有解无？干那为遮为血统？为族群，你来了解，你要先了解你家己的身份，咱家己什么人，咱对一族的，先搞清楚，较袂去认贼做老爸。中国人是台西咱的一挂精英的人，吼，啊，咱唔好去认伊认这贼做老爸。过去，你捌听到日本狗、中国猪，捌听过安尼无？有讲狗去猪来，日本战败。
日本这些人39万人从遣送回去，所以啊嘛，中国军来嘛，啊，由于尾啊，1949年蒋介石国共内战输，败退来台湾，佮带蒋介石为中国引进，到尾200万只猪来予咱饲有啊。较早我妈妈因咧饲猪，拢差不多7个月200公就会当掠来卖，通予我纳，叫切费吼，注册费，还是去纳花仔钱，甚至会当掠来抬来，吼、哦、掠来抬。但是蒋介石带来只，到尾200万只猪，咱甲饲到即嘛，袂抬得吼。啊，即个人来，咱较早台湾日本时代咧管台湾无违建呢。无违章建筑啊！是1949年遐中国遐撤退遐军民来了，才开始违建。哦，包括即嘛柯文哲吼，伊伫咧开始咧跳遐违建哈。违建就是落后的国家靠违建。你捌感觉听日本讲违建，敢有听美国有啥物违建？无啊，拢嘛照建筑师起的。建筑师画啥物图？营造商要照建筑师的图去啊，你若无照建筑师的图落去，营造商要撤照，吼、哦，撤销伊迄个营业执照，哦，你袂当去做营造，你无资格去做营造。那么设计师即个建筑师嘛，唔够黑白画图，无照即个建筑结构啊、哦、承重啊啥，哦，因一定拢有执照，拢照规个。啊，你营造商。那要输啊，淘气！啊，你建筑师监工阁无确实，拢爱受处罚的。哎，你好不容易摕到一个营业执照，哦，执照像律师的执照有无？你用撤销要阁更困难呢。所以因美国唔敢讲你加摕钱要我谈，我就敢甲你起违建，唔敢。我甲你摕几万块。啊！那我规个执照，我公司用吊牌起来，我就免营业嘛。我规个公司倒，安尼袂好咯。因歹摕啊，所以就无违建啊。唔是咱遮红包写的监管处遐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哦。所以台湾有很多租的问题哈、哦。好 ，OK。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户口填本，即马是安那方做个安尼一粒一粒乌，好你来看安尼。啊，这就是咱一挂密码伫内底。中国人要互咱知影咱的身份、咱的身世，因为日本时代日本来接管台湾了，伊要好啊治理台湾，伊爱了解台湾，所以开始做普查。即个部落、即个庄头，拢是啥物款的民族，拢讲啥物语言，都做。户口调查，大清管台湾212栋无咧做户口普查，无咧做户口填本。日本人来了，才开始有这款户口制度哈。爱来调查，比如来到咱孤山地区遮，问落到底，哦，恁遮拢原来是道卡斯族的人，的平埔族，但是拢袂晓讲。迄、那个恁道卡斯的语言啊，拢去学。迄阵遮的官方语言叫做客家的语言。迄阵派广东的官来遮，啊，迄阵即地区就差不多用客家语言来做官方语言。所以道卡斯族的人拢一直去学客家语言。学到尾啊，因家己一代传一代。你看即马中国人来遮，那20年甲做一代，70年拄啊3代半。三代半，咱即马即个小朋友，自细汉幼稚园去读幼稚园，讲中国话，吼、哦，北京话。幼幼台、卡通影片，拢嘛是讲北京语，所以即马囡仔连台语听无，卖去讲，连讲都袂晓，听都听无啊，讲佫较免讲，吼、哦。所以伫安尼种啊，70年都。已经规个语言拢变了，何况大清伫台湾管212栋，所以遮个头族名地区的道卡斯族的人，拢讲客家话，袂晓讲
因的语言，所以这个道卡斯语言已经灭去啊，已经无人会晓讲啊。所以日本人来调查了到底，哦，你编部作的，甲你写手翻，哦，啊，但是因为你是讲广东话、广东客家话，所以伊甲你写广，无代表你广东的祖先来你遮，唔是，是你讲广东的客话，广东梅县哈，什么陆丰、海丰哈。OK， 在我们的基因下，这就是我们的基因。哦，你是熟番，平埔族的道卡斯族的熟番。啊，因为讲广东话，所以给你写广，但是不代表你是广东的祖先来啊，哈、哦，不是。好，啊，那边边在这调查复兴乡泰雅族的。哦，泰雅族拢要也讲泰雅语，伊给你写生番，哈、哦，写青番。所以咱台湾人。无论大山顶、大山下，拢叫做花，啊，佮分青甲色个，哦，青番甲色番安尼。那么，若你去台南调查，还是高雄调查，我，啊，你拢袂晓讲西拉雅族的语言啊，也袂晓讲马卡道族的语言，剩下要讲闽南语，伊甲你写福建的闽南语嘛，哦，写福，无代表你是福建来。不是讲你的祖先到福建来，是你的马卡道族语言拢袂晓啊，西拉雅语言也拢袂晓，所以讲你原来写熟，那背地拢写熟翻啦，所以写熟啊，但是讲你写福，无代表你是福建来，但是起码知影讲你是要讲福建闽南语的本土台湾人的道迄、那个西拉雅族哈，啊中国人。来台湾了，发现讲，哦，这袂使让台湾人知影，最拢爱糊掉。二十年后，这囡仔就唔知影，吼、哦，阮阿公阿妈要知影，阮爸爸妈妈可能模模糊糊，一代就拢袂，拢自认为咱是中国人呀，一代就是咧冲一波，吼、哦，哦，过来，这去年的2月25日，《自由时报》电子报啊、哦，被要求撤销户籍住籍手。南市政府却撤内政部管太多啊！还有的时阵，台南市也市委有通过讲，西拉雅族原来是原住民呐、啊，但是内政部唔敢承认呐。即嘛所有的高山族，拢总14族加起来无超过60万人，凭迄个高山原住民族被消灭了差不多了呢，剩下60万人了。啊！那规个台南市、县市的西拉雅族，拢总证明各自原住民族的是百几万，加百几万要来分60万原地，这块饼无加较大块。内政部唔敢，惊遐个高山原住民族起盘吼，反倒个背出来要出草，那麻烦啦。但是台南市议会有通过。讲因西拉雅族完啦，原住民族 ，OK， 好。那么屏东甲高雄市嘛响应讲，因要甲这个有闹住址所的只，完啦要马卡道族完啦要变更讲完啦是原住民族了哈。按了这两个拢有通过，马卡道族甲西拉雅族通过，安尼都有16个原住民族啊哈。过来，咱来看中华民国军政府治理台湾，伊用对辣椒，咱台湾人就服服帖帖，哦，都拢无在条去反抗啊！来，你来看，第一个，利用228屠杀精英。我请问咱内底只有人是228的受难者的家属是无？敢有人是？也无吼。OK。那么当初蒋介石。派伊个部队要来台湾，进前就派伊个囝蒋经国，伊个情报系统就派间谍入来啊，全台湾吼、哦、开始搜查地方人士逃人个名册，哦，然后利用二二八事件，按照这名册，把咱台湾人个精英拢掠去杀掉，这精英。
就是日本时代开五十年所训练出来。啊，你知影？你若要领导抗暴，绝对是精英、敖讲、人格够好的人出来领导。这些精英当然就是蒋介石因认为讲，日本是一流的国家，我中华民国是三流的国家，我三流的国家又被委派要来管一流的国家，我敢管得落去？干那好，这些高人甲我吐槽我了，讲话啦，讲输因啦，啊，最近啊，因咧这前个咧讲的，阮这土包子中国军我也听无，安尼会闹开，所以先甲这些高人抬好掉。你无高人领导，歹反共，过来买领导抗暴爱开钱，以搞垮台湾的金融与民经济民生。台湾人是报，台湾是报道呢。咱这土地今年当生产三季，两季的稻啊，到寒天是杂粮，大豆杂粮，哇，这番薯啊、玉米、番薯、地瓜这，所以。日本就是因为摕到台湾了，发现台湾这个粮仓，不要经营了，吼、哦，尤其八田雨起这个啊，乌山头水库了，把嘉南平原变作一个粮仓了，日本才有能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因为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你哪无粮草，你唔免讲要战争，因为你哪粮草对不着。三天无食饭，遐兵啊无法度消战，大家拢软卡，免哪消战。中国人来，第一，先把咱的钱，一直用报伊，伊安那，伊来到台湾发现，哦，台湾大行拢有，啥物物件来有，啊，因无，因准印旧台票一直印，用纸甲你换咱这，咱得用的这物件。你讲这一百块，伊就印一百块给你换，印到台湾人厝内赚钱啊！咱的物件拢用的，啊，咱做个旧台币。所以迄阵，等咱台湾人物件拢用换了了，换糖油币拢用换去中国，因咧国共内战，迄阵乌市的糖油币盐这拢足贵的，民以食为第一优先，这物件伫乌市咧卖。拢几十倍计价，所以足好足好赚的。所以因一直伫台湾咧，甲物件买的，用印，迄纸足俗的啊，用纸类印做旧台币，啊，就甲你换，倒啊，甲你换，你啥物物件甲你换了啦。换我台币运运去国共内战，吼，啊一半，家己摕去乌市买，迄个落地啊，党库通国库，好，安尼了。伊即马知影恁钱介济啊，无物件好换啊。开始，我换印新台币哦，一块你得爱摕四万块的旧台币来换。哇，要求四万倍啊！你甲想咱即马若就起一个三角五角一块，咱得哀求安尼。吼、哦，迄是起一个一拍两拍，咱得哀求安尼。咱若一斤鸡卵吼，哪位一斤三十块，甲你起到四十块，哦，起要二五拍。那么哀求，而且起一万倍，不起四万倍啊！我、哦、你看，迄阵的台湾人偌可怜，一声就把你的财产拢没收了。等于讲，你当时你有四千万的股代表，好家人，好四万换一千块，换一块你存一千块了。安尼你一千块，那即马一工就开了去啊！哦，好啊，所以搞垮咱的经济民生。我咱台湾人迄阵有个人讲，甲七八家土地卖咧，要来起大厝，哇，四万外一块，伊剩下当买一支条的材料尔啦，所以到尾迄个人爱自杀吼，伊无多甲厝的人交代。好，那么咱为这个四万外一块，咱来看，奉令以四万元旧台币比一元折成新台币。为家你会当看到啥？这是行政命令尔嘛，唔是啥物法令啊。过、哦、来，为家会当看到讲，中华民国无台湾甲澎湖的主权。你也想，那主权的国家，美国，伊发行的币值叫做啥？美金。美国有美金，法国有法郎，
英国为英镑，对不？日本有日元。你中华民国，你若有台湾的主权，你爱带台湾，你若要用新的币制，你发你的新，你的中华币嘛。你若搁咧用台币，搁加一个新呢，新台币，你才会无发中华币。你用一块的中华币，叫阮摕四万块旧台币来跟你换嘛？无啊，就表示伊无台湾的主权，所以无主。大台湾发中华币，好，为只看下对了哈。OK， 好，过来第三招，要抗暴，爱有精英领导人，第二个爱有钱。即马你，包括即马民进党若要招人要去凯达格兰大道抗议，即马招无啥会行，啥物原因？刚知影，大家开始知影讲民进党咧算计。你若算真诶哦，爱像去年太阳花318学运安尼，你袂占诶就是几个月哈。那么你要总统府头前抗议，你哪会无？哪会拢去一工就倒来啊？阮兵拢出来，透早出门，倒来拢三更暝半。啊，佫介一人捐款补助，哦，阮毋免出车钱，连兵拢钱拢甲你款便便出人来就好。安尼即马要招无啥会行，我迄阵会记一届，迄届拄啊陈云林来哈，啊我那透早来啊，啊但是我那来到家头负两点，就观音对游行，啊游行了然后五点来到凯达格兰大道，我就爱观音，听头前遐较细开演讲，我就爱走啊，伊若无走，惊上岸，有时五。五点过，你知影台北市该要塞车啊，所以吼，阮拢在五点外就爱赶紧走，结果迄个人伤济吼，台北市塞甲啊，阮伫汤迄个民间的迄个休息站有停到，啊，阮迟到，啊，你知影迄阵我六当前，迄阵去抗议，我还算伫迄阵我还算少年的。因为阵拢头白头去较济啊，拢头退休的人士。啊，那么阮去，我来倒向站咧食饭啊。啊，阮去甲小姐欢迎我，服务小姐啊，阮咧倒先用站。哎，服务小姐可能新来，我头看者，我看伊倒啊，拢白头毛咧食。我啊，马紧啊，迄倒过食无偌久啊。阮听着个反应，开讲讲安尼。讲伊德国食无好，意思讲叫阮等者，因连要食要完啊，要走啊。哎，德国食无好久啊。啊，所以你看，要抗争嘛要有钱啊，吼、哦，你爱穿，吼、哦，便当房食嘛，哈、哦。啊，无人出阿头，无钱，敢会惊会开卡？啊，即摆过来，甲大地主变小地主，大地主拢当地。化水嘛，跟党的人啊，吼、哦，等于调啊卡，就等于即马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地方的调啊卡，无调啊卡，敢招人要来招游览车？无这个金主请游览车，啊，饭倒钱，敢有法度去？无一个精英来带，无这三个，无法度反抗，吼、哦，过来，后壁用白色恐怖。二八事件，甲精英抬了，村内次要的精英用白色恐怖甲你压制。你若讲话无合国民党听，还是你若讲话用甲你记录、甲你举报，讲你有反抗的倾向，有些三更暝话都准判刑啊，哦，用抓伊啊。所以到尾啊，老一辈拢有讲一句话交代事实：饭加食寡，话减讲寡，好无？囡仔人。有耳无嘴，安尼，互咱台湾拢禁声，拢闭手起，拢默默承受国民党甲咱施压，吼、哦，拢默默承受，叫咱冲单咱就冲单，唔敢反抗，吼、哦，这就白色恐怖。甲即马做地人心内要有阴影，所以恁今仔敢来遮上课，我那恁算食好哪药啊？恁若过去，咱遮拢了了了。啥物政府？吼、哦，何政府？连政党都袂使，较早民进党
你精心美丽岛杂志社有无？美丽岛政团，这是等于民进党的精心。刚才创杂志社阿袂做政党，蒋经国就创一个美丽岛事件，要甲这精英台湾人三四十年后开始搁第二代精英搁铺开。刚才咧像咧咱咧咱以前二三十年前打击魔鬼有无？迄有诶地鼠铺开，咱就讲落。台湾精英搁咧葡萄，蒋经国就第二次要搁个台，要利用这个美丽岛事件，要搁台第二届，美国出声出来动，讲你爱好啊审判，而且爱公开审判，对不？蒋经国嘛演一出戏，互你看。但是甲你只精英了了关关起来，卖个互你带个好乱。所以咱如果民主的进程搁慢几啊年。但是尾仔因拢杀因的某出来算有无？拢嘛高票当选啊！好，过来，敌性反转，新闻错乱的愚民教育，敌性反转就是讲，伊教咱，甲咱骗讲，第一你把台湾了有无？甲你宣布，所有的台湾同胞都回归中华民国祖国的怀抱。中华民国是咱的祖国，伊安尼甲咱骗。啊，咱即阵中国军拄啊入来，咱台湾人是足烦恼、足悲秋、足惊讲，哇！啊，占领军要入来，啊，咱毋知安怎处罚，大家惊个。啊，伊就甲咱骗讲，我们回归祖国的怀抱，咱本来是战败国呢。啊，若回归祖国中华民国的怀抱，变战胜国，大家拢徛过来，现感觉拢停来。台湾人短视、尽力，出卖家己的心呢？你是日本的台湾人，你不是中华民国的台湾人，但是为了讲看会当给分一寡好康的无，大家拢跳过来这边，安尼就是叫做敌性反转。咱本来咱是日本台湾军咧，跟中国军咧修战啊，吼、哦。结果咱即马说又变作敌性反转，本来敌对的，咱才跳过，甘咪做就会同盟国一样呢。这里的咱的身份就错乱去啊。啊，这是伊的愚民教育嘛，特别甲咱台湾人教到头壳拢戆的，拢搞不自己清楚自己的身份啦，哈。过来用假民主选举，你像民主国家，那正个民主国家敢有咧选票咧用卖？台湾就是国民党来，用较早三四十年前用一包米数，一个肥皂，一包粉，就甲你买票买过来。台湾人实在有够无重视家己的人格，即讲我后壁人听，讲足不可置信的，讲啊，恁台湾人遐看见自己啊，自我作贱啊，一包皮索就家己出卖，才无价值，哦，即嘛算计个算安怎？差不多五百一千家己买，李长、林长，国民党提钱交你，你算伊的条啊，伊出来发钱。伊边啊，佫带一个老马，乌道的。等钱发落去，恁兜五个吼，五千收去。你佮收起了，乌道的对你边啊，乌道的拢扎，拢迄阵选举了寒天，拢穿夹克啊，西装。来这唱一身新名，啊，你上收着吼。来，关公有看到，妈祖有看到，票爱投出来，连新名都去绑架去咧恐吓选民。啊，台湾人阁作信息呢？哎呦，啊，关公有看到呢，妈祖看到，啊，咱票爱投呢，所以买票有效，吼、哦。但是即马要甲少年买票就较困难啦，啊，老一辈拢要较信迄、那个信心明，吼、哦，看到关公就加迄个妈祖金龙人啦，哎呀，咱有钢铁，哎，咱来投人，吼、哦。所以安尼了解吼。哦过来，咱来看外来聘请的作物哈。第一，就是番石榴哈。这种迄阵，他们荷兰时代引进入来哈。啊，这番茄，啊，这叫做番仔姜，哇！咱台湾姜种伫土家底，啊，这发伫半空中会险的，叫做番仔姜。啊，这番薯，番薯哇！都拿外来拢会加一个番啦，吼、
啊，这环北哈，包括荷兰时代就入来环阿会，哈、哦，外国来拢加一滴环，哈、哦，嘿啊，我有时咧想讲奇怪，啊，咱本土的呢，咱还用叫环啊，各分青甲色的，青环甲色环，哈、哦，应该1949年。国共内战书撤退来一下，爱个叫番嘛？啊，咱台湾人佫搞不清楚状况，佫家己咱讲咱叫做啥？汉籍啊，汉籍就汉籍，佫个看不赢佫汉籍啊，家己叫做汉籍啊，咱家己拢较细汉，啊，就叫人叫老欧啊，这欧啊，吼、哦，咱就拢改遐中国兵啊，吼、哦。遐英明，食饱英明，遐英明叫做老外。外是咱本土出产的啊，咱来叫乌啦，咱乌较大条啦，啊那乌啊较细条啦吼。因遐走路来遐兵，遐老兵，唔该叫做汉籍啊。哦，咱家己拢搞不清楚，拢乌白混，讲唔对。外来叫做爱加一条番啦吼。啊，咱本土的免啦，咱是汉籍啦，吼，没有，咱是欧化，啊，真正欧汉籍，咱搞不清楚，吼，对吧？好，那么今仔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啊，多谢各位，多谢，谢谢，明仔再将那个甲各位报告。